真正真无简单。伊讲大家来感谢行政院长，其实爱先感谢蔡总统领导有方，咱来甲拍拍拍。来，掌声各位，甲咱总统拍拍哈。啊，但是我个头都未记你讲一句啦。大家当伫遮聚餐，即件体育这么大的光山展览中心，就是我做台北馆长的时，对设计破土起家好，安尼今仔大家伫遮聚餐，所以这确实我起的。哦，咱一定拍好者。功劳不小，感谢。啊，我今仔特别来，是来讲，我唔是演员，啊，看到遮有闹多，遮侪人，我转数来，我确实有够无闲。唔，那是为国家无用。你看，昨昏我伫立法院徛几工，洪志顺你拢烦嘞。啊，早起透早伫立灯会，总统爷跪早起，下晡走过来出，拄只是甲总统开会，开甲头拄啊甲总统讲，时间有啊好，到安尼，因为我甲发过约好，准。5:40来进场，我一分钟都无迟到，安尼我有诚意无？掌声鼓励，谢谢！百忙当中半甲光临。啊，我之所以站得半工，站得辛苦，就是感谢临时中心，真正伫全台湾、伫新北市、伫全世界，大家真正足甘心、足打拼、足尽力，就是有每一个人。这样打拼，台湾才有力。就是每一个人这么认真，同舟一命，大家人配合努力，今天我们在全世界才能成为乱世中的福地。咱今仔日台湾土地不是上大，人口不是上多，但是你有看全世界愈来愈俄罗台湾，连美国愈来愈多人来到台湾。像昨美国国务院沙头的国务次卿，就特别来到行政院，甲我拜访，暗时阁有蔡英文总统请。所以你看，全世界愈来愈重视台湾。台湾，大家若像咱林氏中心会。在咱我国领导新北市中心会60周年，一步一步走来，愈来愈发展，愈来愈有力。咱全台湾来当像咱新北市临时中心会安尼的团结，安尼的打拼，台湾永远伫世界会当有一席之地，予人。比大头目来娱乐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你英啊，我特别来恭喜、来祝福、来感谢，同时来拜托大家继续甲蔡总统所领导的台湾，咱的国家继续来支持。啊，我无论是伫立法院，无论是伫行政院，无论是伫立法院。无论是伫议会，无论伫各级政府，一定认真为人民服务，一定认真来打拼发展，予咱台湾一步一步行，愈来愈愈快，予咱台湾大家人安居乐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院长。